日本人就是差不多每天都会做便当，一份是给老公做，一份是给小朋友做。我妈妈也是，就是从我小时候然后长到要每天做，然后日本小朋友都超喜欢这个。不是炸鸡的好了吗？炸鸡还没有啊。他说小朋友超喜欢这个的啦。没有没有没有，等你们。你说什么 ，Jason？ 海产基本上，日本家庭会有一个tamago yaki 的 pan 吗？对，就是刚现在那个字巾用的那个方块的。每个人。对，基本上都有。还有一分钟要换人喽。我觉得如果是鸡蛋卷可以的话，拿保鲜膜先包起来。这样的话凉了之后好切，可以吗？可以。你的建议他们听不到，应该听不到。第一次听到选手没有那么想听评审的话，没关系。六，我当做五自言自语。三、二、一，请交换。没关系，爱强，我下次在家里做，我会用你的方式来。谢谢。